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下面我游戏是《侠客幻传前传》第二季《幽冥路》。那我们这一次要去玩的关卡是洛阳，拯救洛阳这个地方。OK， 面对天龙教和丰都两方大动作，正派召开武林大会，商讨对策，决议与朝廷合作，共抗天龙教与丰都，成为第三方势力。然而河洛大侠张天雄却在会中反对与丰都为敌，并暗中邀请丰都入洛阳城，协助抗击天龙教。哦，确定没错吗？孟婆将信纸翻来覆去，拿出了几卷书画，比对了一会儿，随后将信纸交给严丹生。没错，的确是江天雄的笔迹。哼！严丹生再次展开了信纸，眼神扫过信上笔墨。若他信上所言属实，少林、武当等派与朝廷联手在对付天龙教和咱们，我们可是陷入了不利的境地。他的提议。你们怎么看？这厮嘴上说不同，正派做决定要保着咱们，请咱们入洛阳城协助防守，可谁知道这是不是正派想诱咱们入城的阴谋诡计。确实相当可疑，但其中潜藏的好处也不小。江天雄不但在正派武林声名显赫，还是锦衣卫的教头，以他这方地位，此处卖个人心给他，势必对我们未来行动极是受用。那么这回要考虑了，就是天龙教的意图和行动。据江天雄所言，天龙教数日前在城中留下讯息，我是江府千剑门、长虹镖局等门派不束手归降，便要屠尽城中百姓。哼，这无非就是想制造老百姓的恐慌，以及他们和门派之间的矛盾。哦，罗刹，想不到你也瞧得出来。说什么话啊，妹子，老子好歹在军中混过一段时日，这种小手段巧得多了。行军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手下兵士的士气和军心，一旦内部矛盾产生，人人只想自保，部队便会不攻而自破，溃不成军。不过以洛阳驻防的兵力，天龙教真想屠尽全城也没那么容易，怕只是威逼恫吓之言啊。总而言之，建立洛阳城打退了天龙教，虽然能救了城里不少百姓的性命，但难保之后正派或朝廷设了陷阱，让咱们全军覆没，一败涂地。大哥，我们言尽于此，最后还是得由你来决定。严丹生闭眼正自寻时间，旁边一名随侍的鬼众忽地扑地搞跪倒。帮主，小人故里并在洛阳，家有老父老母，听得此番天龙在袭击，甚是担心二人安危，小人恳请帮主出兵相援啊。严大生还未来接话，跟着外头数十名鬼众进了正殿，皆是一般地扑地跪倒。帮主，我等皆有亲友住居洛阳，偶然听闻此事信息，皆是寝食难安啊。帮主，臣誓言判罪绝业，省应断阳，还请帮主念在城中百姓姓名发兵相援。这信今天来的数日，所知者不过帮主和我等三人，你们是如何知道的？鬼众低头瞄一旁的罗刹，不敢言语。大概是前几日酒宴一时松口。这件事罗刹，看着咱们的决定已经很明显了。帮主，没问题啊。既然大哥决定如此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帮主的意思是，起来吧，咱们救人去。好，洛阳这边也有一个隐藏道具，我们等一下去捡一下。外面有风好大，看起来只能选可以选这么多人就对了。
三个人。嘿嘿嘿，化为有天龙殿殿下的尸骨啊，蠢徒！魔教贼子，我恨拼了！偷了！居民都输送完毕了吗？是，班长是最后一批的，自己去的街坊都已经摆马式。江大侠，省长们那头如何？一个从前哨探回报，江大侠那头已疏散完毕。那我们只要守住这里，等到朝廷的支援。咦呀，头我担心。妖人看见，希望咱们多谢相救。可恶的魔教，世界竟已如此庞大。师傅头，寺中可安全吗？无需挂心，寺中有灵象禅师镇守，四周高墙亦不有驻兵，只要我等能守住寺门，魔教妖人难越雷池一步。嘿，给了你们这帮正派机会，却依旧视若无睹，宁愿赔上整城的百姓，也要对抗我天龙教吗？模糊罗家，定复法，诸老的百姓还请暂且留他们一条性命。老道近日配置的毒药，正缺一些实验的老鼠。好啊，你那毒药的效果如何？我作为同道中人，也是挺感兴趣的。哎呀呀，这没有适合这两个弄虫弄蛇的分在一块呢，实在恶心的紧。要是从夜叉护法一族，起码干净些。别抱怨了，此次全力出击即是教主的安排，我们也只能依命行事。魔教妖人要我天龙教投降，那是休想。洛阳城的百姓都相信我们，我们会守护所有人，就不会让你们的奸计得逞。天真的小鬼，我被那你们亲身体会懦弱强死的残酷。懦弱强死的残酷是吗？模糊罗江，此刻不知道是你天龙教强还是我丰都强啊。丰都，你们也在这？叫了十步头也是饥不择食，为了保全洛阳，岂不惜与丰都这个朝廷侵犯合作啊。丰都这帮人真能相信吗？这种朝廷侵犯多是掠夺长虹镖局的镖车，江大侠竟然要我们与他合作。你是光长虹的头像吧？现下当以保护百姓为优先，咱们便相信江大侠，暂且与他们合作。丰都鬼众听令，护住城中百姓，杀败天龙贼人。杀！小子们，我们上！守住寺门，莫让魔教的贼人过去了。可恶！给我杀！我方全灭或敌方突破防线，踩进红色格子。闲杂人等，速速回避！等一下哦，我记得有一个隐藏道具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哦，可以走上去哦。大家看到吗？我刚走上去的。你看。OK， 好，不要玩了。好像是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找一下那个道具在哪里。OK， 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们留一个青城派门的人守在这边好了，要其他人过去。然后，打不到。青城门人，这个。小子，你还有的学呢！天剑门主新门选之子，性子只有暴躁，唯能霸道自大，在江湖上以空空剑法闯出名号，故有西门空空之称。曾经打败山东三刀，更断其手腕，平常以古董收藏为乐。我走镖三十余载，从未丢失一镖。长虹镖局总镖头，相传的三国名将关羽后人，今年祖传刀法招法刚猛，与天剑门主西门雪和洛大侠相天雄，并成洛阳三杰。我再听一次。老夫走镖三十余载，从未丢失一镖。那不就好棒棒？小心点子！长虹镖局镖师，敢就跟我斗，够胆就跟我斗。
长虹镖局总镖头冈长虹之子，以青龙刀法闯荡江湖，劫镖劫闻其名都有戒慎，喜爱者幼时玩伴起立，从小习练书法，在笔墨之间小有成就。 OK， 然后还有一个新闻选，只有人剑合一才能问鼎天剑之道。 OK， 大概就这样，然后这走这一号了，那边有一只而已，不划算。等一下，我刚不是按这一个吗？哇，真会闪！哇，这一场可能会打比较久。刚刚关长，关伟他们使出的招式好像前传没看过。你们会动是不是？在这个位置啊，有一个道具，这个吧。看一下哦，这个，这个有一个隐藏道具，好像什么金饭碗，是不是？龙神阵，我原本想说要不要抓了，后来想说还是不要好了。哇，他站住位置了。三个这样，我一次把你们灭了。八方长刀式，三星，这样。有些位置不好，虽然不因为青城门的有第三招是霸体，所以没有霸体的话冲到敌阵其实蛮危险的事情。霹雳火弹也是蛮好用的啊，我觉得。走着。用一下冰柜神术好了。
场应该先开的，太晚开了。乌瞎子，你欠我的，我迟早会讨回来。讨回来？讨不回来的。你知道上门帝很强吗？孩子，娘一定会找到你。这个，咯咯咯咯咯。嗯，这是侵犯我一个。一个人犯错，众生犯错，天地同谋。刚那招应该到那天空。黑石刚刚的技能还蛮强的。青城门的两回合，哇！不要。为什么这么远的青城门那么被中一段七米啊？哦，还好，还好他没走那格子，他走那格子就挫赛了哇！哇塞，哪音的啊，王八蛋，还好我没有走太远。这样也戳到他。前面应该不用孟婆了，那孟婆直接然后再走过去宁波尾部。然后阎罗这个嘛，好像抖不到他，抖不到他。有了有了，有三只是不是？我走不上去啊。啊，有一只没看到。别让他走了。哦哦哦，完了完了。不是吧，别啊，我不想重打。有两只是不是？
好，解决一个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叫孟婆来。啊，女人可不像你想的那般脆弱。尴尬了，没内力。没关系，我不会让你有机会的。在你死前能见到我这如此俊美的面孔，也是值了。值了，值你老布啊！还有那个天王教那个人血不多，应该没了吧。赢了，赢了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！怎么可能？竟然又被你们封都？无妨，探子来报，从敌援军已到城外，形势一旦对我们不利，再不走便走不了了。我可不想因为罗护法漏洞百出的指挥，把命送在这。怎么快走？趁着退路还在。可恶啊！可恶啊！大哥。城外来朝廷大军，我们也不能久留了。援兵嘛，赵明也打过了，江天雄向来不会言而无信，今日就到这，我们撤。慢着，风度，你们今日就进，护民抗贼，仅此而已，剩下的就问问江天雄吧。果真是来帮我们的吗？真是不敢相信，朝廷援兵已至，咱们尽快和他们会合吧。虚不容行。可是我们要看到有个镜啊，洛阳另一侧。夜叉护法，先前的成都，还有这回的洛阳，贵家军队搞出来的事端可不小。李长龙那时，莫不是不满足一统江湖，想当皇帝啊？谁知道呢？教主的心思可不是我一个小小的护法能揣知的。那便只好请护法在江某府上再彷徨一段时日了。江天雄探手一捉夜叉手腕，但看夜叉飞袖一卷，仙足一蹬，飞鸿身影已飞出数丈之外。可惜了，江天雄，姑奶奶我这回没空陪你，若是你下回再客气些，说不定姑奶奶我会答应呢。哈哈哈哈，好，这就结束了吗？我可没杀够了。香兄弟，给那妖女跑了吗？他跑不了多远的，我已让余二帅另一批人在城外设下埋伏。天龙教的势力成长太快，至少必须在此断了他一只臂膀。江兄弟埋了一手妙计呀！三鹤鸣语音未落，却见一抹漆黑身影悄悄出现在江天雄身后。可惜你看不到他实现。哟，呼吸声，一把沾满鲜血的长剑自江天雄胸口穿透而出。你百年此计辟邪鬼，当明天意终难违。你的小动作以为没人知道吗？地煞天罡，一听两面，阴阳互持，强弱相生，
这种有着致命弱点的功夫，实在不练也罢。尤进将长剑拔出，江天雄闷哼一声，瘫倒在地，虽受致命之伤，一时半刻却不得而死。是啊，江天雄，你是什么人？锦衣卫游指挥使尤进。锦衣卫江大侠可是侠名远破，为国为民，还是你们锦衣卫的教头？你们为何？江天雄，你暗中勾结丰都一伙，为欲引贼入城，圣上下令革去官职，即刻弃捕，格杀勿论。如今罪证确凿，你可还有话说？可笑，你这一生就是被人操弄的命啊！懂？剑光一闪，利落地斩断了江天雄的脖颈，也接断了他最后的遗言。给你的是忏悔的机会，没让你胡言乱语、说三道四。但见远处烟尘卷起，大批军马开进洛阳城中，当头一名锦衣卫策马而来，看了一眼身手分离的江天雄，皱皱眉头，随后下马来到幽静身旁。风清霄，有指挥使，城外天龙教余党皆已肃清，但几个头领仗着武功和身法，乃是逃出我等手掌心。那江宇如何了？我等到城外遇上了他，但当时战况混乱，就突然有数名黑衣人杀入，属下办事不力，给他逃了。分组人手，尽速将他拘捕到案。是。此外，查讨江府的同僚回报，府中有密道通往地下，密道其中发现了许多牢房和拷问器材，但已是人去楼空，牢房中皆是空无一人。既人去楼空，那便无需理会，收集残余情报，供卫所调查。不知城中剩余门派，我等如何处置？小乙答应，戴罪从军，划归我锦衣卫管辖，不从者，罪同首谋，当场格杀。你，尚鹤鸣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总会挑对的边站。这次，你也不会挑错，对吧？开什么玩？有指挥使，我八卦门任你差遣。爹，给我住口！秦霄，收编了他们。丰都那伙人还在城中吗？属下善待李青。据报，一个时辰前，他们和铁面神捕石刚、天剑门西门雪、长虹镖局关长虹守在白马寺面前。一个时辰前，已经够他们逃了。指挥使，恕斗胆进言，这些侵犯是是为了保护百姓才进城。我等若是将其捉拿，你可是在折翼圣上的谕令。属下不敢。我们的命令是剿灭乱匪，重建秩序，别的我们一概不管。是，没时间浪费了，追。三日后，罗刹分舵。他妈的，江天雄死了是什么意思？那找我岂不是做我白工？尤进，是这次率大军驰援洛阳，杀了江天雄。尤进，孟婆颤抖着余音紧握手掌，指节微微泛白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恨意。天剑门、八卦门、长虹镖局状况如何了？我的儿，你就先给那恶人。哦，对哈。罗刹往孟婆肩膀一拍，将他拉回了现实。啊，我，妹子，天剑门、八卦门、长虹镖局的状况如何了？大哥，万分抱歉，上派在我们撤离之后，迫于朝廷的压力，都冲边收军了。冲军了。全军覆没啊，不必气馁，这回不是全无收获，只要城中百姓安然无恙，弟兄们也能放心了。我想他们这几日锻炼的挺勤的。哦，这倒是，有几个可是真是进展的挺快的。妹子，这回下有机会的凸显，朝廷既能开始动作，他们会遭遇的状况可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单纯了。是，我会做好对应的事前准备。天龙教天一城朝廷这盘棋的市场是要越演越烈了。洛阳城就元成功，厉鬼绝鬼，丑鬼加入队伍，苍鬼丑鬼。哇，南少林、杭州。好了，我们帮南少林，然后下一集再打其他的。哇，好累哦。
其实这些人我觉得练不练都没差了，因为这些人还可以就是靠训练得到他们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27个队伍，所以我们下一个蓝少林不知道会不会收进老令倭寇，就不用了吧，老令倭寇超烂的。好了，那这里到这边结束了。兄弟们，欢迎到我频道，左上方的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我粉丝右下角把铃铛给打开，也欢迎到我粉丝按个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这里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